今天中午请你吃快餐。我。二楼吃快餐喽，来的越早越好哦。哇，炸的面越来好安逸哦。有没得了？有啊，七点。二端个粉蒸肉，梅菜扣肉，等一下没得了。哎，冻了，那两个没浪费的嘛。真的好安逸哦。兄弟们，吃快餐的哦，吃中午饭的哦，大家吃饭没有哦？今天中午啊，打的菜，这边菜呀。有15个菜，10块钱一个人，自助快餐哈。好，我吃的高饭，反正他会稀饭，他是那热天了，他吃高饭，他有点梗，看嘛。还有粉蒸肉、梅菜扣肉，老板那边还有炒的墨鱼烧鸭子，还有板鸭，大家看，那板鸭安不安逸？它是猪的肉。嗯，大料还在，还晓得。你们老板家没在吗？啊，来这边。我们过年就是老板。你们住的天天嘛，包工。天天啊。现在300哦。现在终于300块钱了，钢筋工是辛苦。我以前就是钢筋工啊。哦，现在转开店了哈。我们以前打了怪都是自己的。讲，你喝稀饭嘛？吃那个面鱼多不多？他面鱼来好吃啊！他不是一个还在，还在吴江打工。我再喜欢喜欢。是说，反正吃饱哦。这边自助餐哈，反正随便吃哈，不准浪费。给整那个面皮，我也吃一碗鸡饭。我吃稀饭，就多吃那个面皮，下午就点饿了。在这一天呐，我的稀饭安逸哦，像我们煮河炉煮累了，高饭呐吃起有点更。其实老板呢，每天也挺辛苦的，他每天5点那种就去买菜，就起来。炒菜那些弄菜那些哈，到了11点呢，我们下煮河炉的了，就这边来吃饭了。粉蒸肉安逸哦。你们煮了好久了哦。我把钱给付了。我。我把他的也付了，你噻。谢了，川哥。哈哈，没事啊。嗯。我们今天吃够，下午四点了。肯定要吃饱哦。阿姨，钱付了你了哦。好。啊，你看嘛，3个人的哈，3个人的。27、28的，他妈又27、28的。有了。他没事。他就赚着。他不着急。他就赚着。在哪儿？职业。你是买房子的时候就把说大说土地买的，你们那不就是也说你在北极星看到啊？一6元就买的呀？买的哪？今年多少多少的？三里定的没？七八块的，三里定的多少钱？都不啊？他们那边是东西啊？他们我妹妹也是在那个，他是未来吃的。便宜多多好吃哦。再来碗凉面喽，这凉面多好吃的，吃稀饭，吃点凉面，确实安逸哈。今天2个人哈，这边来吃饭，咱还是多舒服的，10块钱呢，还是多满意的哈。
价钱也不贵，经济有实惠哈。吃饱了啊，再喝点汤。哎，你说，他那鱼是我老师的，他就这鱼就是想着我以那个在炒的。炒没得那么好吃。紫菜蛋汤哦，啊！打个招呼嘛，为我们光在观察。我他们多少人都在？为建筑工人点赞。多少人是干部？大家拜拜了哈。